国子监，当朝最优秀的夫子博士均汇集于此。听闻前任祭酒辞任后，由年轻有为的司业暂代管理之职，一改崇尚慈父的肤浅之风，重精益，重实务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就让我亲自去国子监看一遭，一探虚实。春风吹过人间，吹开了柳暗桃花残烂，书中故事流传，总有心动缠绵，令人惊艳。谁提笔写下相逢未晚，回首看有人桥下嫣然，琴声处再添一笔浓淡，红尘中有你相伴，无论是小小或是平淡，这次一场无悔也无憾，相约下个百年。那就撞上去啊！可那是宋大夫的掌上明珠呀！那就加速，反正他会躲开的。驾！这燕云之不英雄救美还加速，我可怎么办啊？真是个怪人，姑娘，怎么样？姑娘可有受伤？都怪你，坏了我的好事。路上一个傻子，车上一个怪人，你们汴京城里的人就不会说谢谢是吗？本姑娘不打你就算格外开恩了，还谢谢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告诉你。我能把你从摧城救出，我能给你救回去。我，你知道你招惹的是谁吗？这位可是宋太傅的女儿宋佳音，你的贱命惹得起吗？宋太傅有人，宋佳音有人，我从来不以身份的高低论人，有本事就来抓我。在下桑琪。桑琪。
来的野丫头，日后有你苦头吃。这么看着我，可是想感谢。不必，我三心将意有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用千种心事留下我的位置，不过是爱的坚持生成了情路彼此。可惜啊，不会说话，怎么不会说话？这位小姐，现在桌子都满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阿琴，快上来。周文远，阿琴，累坏了吧？嗯。走，来。走。烧羊肉、卤羊蹄、烤羊排，来个苏黄毒，再加点堪菜为点缀。酸甜的花梅球，蜜汁冬瓜鱼，再来点微微带辣的花椒，堪称绝品。从小我就听说您老喜欢吃这个清风风的烧羊了，看来你真的没骗我。速去准备吧。好的。客官请。三郎，起来坐。怎么来这么晚？我遇到一个人。怎么突然想着又回来了？年纪到了，该去国子监读书了。国子监，我没听错吧？国子监乃是大宋最高学府，向来只招14岁到19岁出身名门贵族的男弟子。这女弟子，我还真没听过。这万事总有个开头，我可以向官家去要一个机会，让他让我去国子监成为第一个女弟子。想做第一人可没那么容易。我心意已决，这是我哥的遗愿。他要我继承他的遗志，去国子监读书。周文远，管你是不是最后一户，必须给我！要是敢怠慢我们宋家，我就找人把你们楼给你们拆了！快去！喂，怎么又学我说话？哼，我说呢。刚刚还敢跟我报名字，一副不怕死的样子，原来这是卓公子新勾搭的女人。卓公子，你还真是万花丛中过，鲜花开满头呢。宋小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位可是桑太尉家的二小姐，桑琪。哟，你就是那位出生在边塞的野丫头啊？刚回汴京，难怪不懂规矩。害我在我未来夫君面前出了丑。齐郎，你这什么时候娶了一位正室啊？都快你叫未来的夫君了。哎，齐郎，这样抢两位姑娘的酒不太好吧？我先付的酒钱。方才可说那位姑娘是桑琪，桑羽的妹妹。真是文明不如见面呐。你是太尉独女又如何？我就算不能拿你怎么样，可是这庆丰楼的人总要给本小姐一个交代吧。你看他长得还是多乖的，就是个老狗，不晓得想啥子，天天又是打又是骂的，真的一点都不消停。少来嘴！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夸你呢，宋小姐，我在夸你，风姿绰绰，令人流连忘返。那还用说吗？
你三番几次的出现在我面前惹事，该不会想引起我的注意吧？大可不必。就算有，你也给我断了这个念头。惹我生气都是要付出代价，把这垫脚给我拖下去。等等，宋小姐，这店小二也是有爹生有娘养的人，你不必这么做了。我怎么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他的错还不是因你坏了我的好事。那宋小姐倒是说说，我又如何坏了你的好事？只要你能够不为难他，我倒是愿意出面帮你完成你的好事。就凭你可能还真能找点乐子。宋小姐，不如我们赌个赌约如何？你让燕云芝收下你的荷包。燕云芝，燕云芝是谁？就是那个刚刚从马车下来的公子。哦，就是他呀，就是这个连眼睛都睁不开又不会说话的白脸书生。这形容还蛮贴切的。我明明是陈宁之貌，目若朗星，此生从未听过这样的评价，气煞我也。时间就定在上元节，倘若你没有让燕云芝收下你的荷包，那你就在灯会上像那些歌姬一样登台献艺，如何？让汴京所有的人都看你笑。那他若是收下了呢？那就换我登台献艺，我会当着汴京所有人的面给你道歉，而且以后也不会找你麻烦。不过宋小姐，我倒是想提醒你一句，倘若阿奇真是输了在上元节上表演，我怕你应该是不太乐意听下去的。那我也洗耳恭听。掌柜的，拿纸笔立字据。不必了，我桑琪一言九鼎，在场的都是人证，这个赌我应了。好，那我等着。阿燕，那个燕云芝连你的荷包都不收，何必徒增个对手呢？东施效颦的故事没听过？有了丑的，美的才更美。哼！这燕云芝，我要去哪儿寻他呀？我就送个荷包而已，为何还要等到上元节？阿琴，我以为你去国子监读书已经是最难的事儿了，没想到你现在挑了个更难的。此话怎讲？他燕云芝什么来头？燕云芝，汴京四大公子之首，余下就是清玄君、严小郎和在下。和你？嗯。那这标准也不太高啊。这四个人里面最难办的，就是那燕云芝。虽然他是丞相府庶子，不过他才学过人，样貌嘛，仅次于我。他这人专治那些投怀送抱的。你要想送他荷包，我劝你，还是现在先去学学琴吧。放心吧，没有我桑琪搞不定的人。我知道。近在眼前，我就拭目以待了。请吧。燕公子，一日之内我们见了两次，纯属是缘分，不如你就收下我这荷包。哎，在汴京你所送荷包是表达情意的啊？不，公子不要误会，我对你没有情意。真巧，我也是。那最好啊。何况我一个眼睛都睁不开还不会说话的人，怎么配得上桑小姐您赠的这个荷包呢？那您就是太谦虚了，你只要把眼睛这样瞪起来，目光炯炯，让那谁都看不见，目光灼灼。哎，一张脸两层皮，这难道就是鲁边塞的风土人情？刚刚还在背后议论人，现在就转手送人荷包，想干嘛？啊？我
我主要是将军才从那个边塞回来，边塞那边呢口音还是有点重，我是一直带着口音嘞，哪个可能说你嘛，怎么可能嘛，不可能的事。是嘞，这妹妹求得很，一天捧了两个。喊你莫在背后说人家坏话。我哪在背后说他坏话嘛，我面前说的，只让你看他果然跟那个宋佳音就是一对，天生一对，绝配。比比他还听懂说，根本听不懂，夸他，假装夸他，夸一直夸。哎呀，好瓜，哎瓜，哎，我还真听得懂。曾经去蜀路办过公差，学过几句。那我们还有机会噻。除非我哈喽。除非你哈喽。哎，谢先生。哎，我你就打算这么摆平他呀？这都遇到了什么事儿？不过这离上元节还有些时日，我就不信那叶云芝不收我荷包。这一天练了，头等大事还没有做完，又来个什么荷包赌运？头等大事，你不会还想着去国子监读书吧？我桑琪说到做到，当然要去。那可真是太难喽。邵阳是不是来了？哦，对哦。走，邵阳，走。荒唐，这不荒唐吗？老夫活这么大岁数，从未听闻什么女子入宫学。今日他桑太尉有本事让官家准许他女儿入国子监，改日岂不是他女儿就能在国子监都能与我等平起平坐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四爷，我与一众博士都商量了，必须得给这个桑琪加试。国子监不是人人都能进来的地方。对，必须加试。可此次其他所有剑生都是广开学府招进来的，并没有参加入学考试，为何到了桑琪就要加试呢？难道只因为她是女子？而且既然我们已经决定了要破格招收国子监的第一位女弟子，为何还要刁难她呢？这四爷，冯博士也是出于周全，毕竟招收女弟子属于破格之事，总得服众才行啊。望四爷慎重。望四爷慎重。我很慎重，教育本就需要推陈出新，不应该拘泥礼数原地踏步。若桑琪真是一位读书的好材料，我们就不能因为她是一位女子而刁难她，拒绝她进入国子监，那样的话岂不是因小失大？司业既然是如此认为，那家事更能印证老夫的一说。如果桑琪考不过，说明他学历不佳，不当予以他入国子监读书的机会。就算到时官家有所问责，我们也可以交代嘛。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对。既然诸位博士都这么想，好，那我们便一起来看看桑琪这个女弟子有没有这个能力。加倍艾特给宝宝更好的营养，全球羊奶销量领军者加倍艾特邀您继续观看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。考试就我一人？他们这就是故意刁难于我。
我早跟你说没那么容易的。钟玉，既然你能进国子监，说明你肯定有什么门道，你跟我说说。这学问之事不能一蹴而就，我也是爱莫能助了。爹，哥哥，阿奇对不住你了，阿枪丧家蒙羞了，阿奇对不起列祖列宗，阿奇对不起这十几年来吃的羊肉馍馍米饯和……好了好了，可说了，该说了，走。我虽不能帮你助考，但我对国子监的几位老师颇有了解，你只要抓住他们这几个特点逐个击破就行。冯博士，国子监建成，太学老师，他为人古板不喜变通，对于你来国子监读书一事颇有不满，但好消息是他的卷子一成不变，反反复复也就那几道题，你只要熟读熟记，记住我给你的答案，你就能下笔如有神了。霍成博士，武学老师，曾在你父亲麾下与你们桑家关系甚笃，不会为难你。他无非就是考验考验你的骑射水平，对你来说小儿科。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在国子监上学？我家公子可是国子监的掌事人，燕云之，燕四爷。我说呢，你这前脚丢了我的荷包，后脚就刁难我给我家事。我不过就是运了个赌约，你还真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啊。不过巧了，我桑琪呢就是喜欢迎难而上，这国子监我进定了。哎，江楚天光下，朗朗书声又被唤醒，曲水缓袖竹绕，笔耕不中明月幽影，君子自强不息，时辰到，生之正朝夕，人生天地求学路，好远行，蜀山无限前路，他虚拟轻灭未尽，千里行先破万。燕子爷，您出的题我可都全部答上来了，这回你总该认我这个弟子了吧。那明日某时过时不候。得嘞，跳跳跳跳，爹，你别老拦着我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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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少爷，你就是个伪君子，真小人。哎，妍妍，你看你跟个八岁孩童似的，你个黄班的，落在我玄班后边，这不天经地义吗？我黄班怎么了？二位，不用为了个名字顺序大动肝火吧？这要论仙道，这天地玄黄四个班，我们天班的同学个个勤快得很。哼，你们看看，还不是被人拔了头筹？哎，真是奇了，今天怎么一个个都来这么早？是不是国子监有什么大事发生？桑琪，这桑琪是何人啊？我只是汴京的桑家大户，是桑台魏家，可是他家不是有个独子已经西去了吗？听闻他可是国子监开办公学以来第一个女弟子啊！瞎说，一个小娘子来国子监念书，成何体统啊？这不败坏国子监的名声吗？冯博士能同意？司爷能同意？再往大了说，官家能同意吗？哼，这桑琪昨日就已经来了国子监，并且通过了考试，获得了博士们的一致认可。妍妍，亏你还是太师家嫡子，这消息你都不知道，那可是桑太魏家千金，留在身边长大的。哎，如今已经到了出阁的年纪，才送回汴京来。人家是不是出阁的年纪，就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去提亲呢？不在自己家的私塾里读书，非要跑到国子监这男人扎堆的地方做什么？依我看，就是来这里选婿的。选婿啊，把咱们都当做他的囊中之物。当什么了？就是啊。第一天开学，一个女子就这样抢了我们的风头，果真是别有用心。谁说女子不能入国子监读书的？可是这女子进国子监还是头一回啊。让我来算算。怎么样？什么卦？是大凶。啊啊！大凶，这可不妙好吧？这女子进国子监不合纲常啊！哇，是不是？我再算算。哎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怎么个女子？我也这么此意，让她来国子监，学学在外读书的规矩。哎，走了。哎呀，走了。我再算一算。走了。见了国子监，何愁完不成荷包独院？司爷好，还不赶快归位？桑琪，请致见之仪。弟子进学，拜见燕四爷。桑琪，你可知道女子送男子荷包是什么意思？知道，就是有意思。但弟子并非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学生对老师的那种意思。燕四爷，这可是拜师礼，您不能不收吧？白石，记录一下今日收到桑琪送的拜师礼，笔帘一条。雕出小技。
虽然是说绣工拙劣，不过还请你相纳。你有完没完啊？别人送荷包都是情深意浓，你送荷包倒好，简直就是要命。你要是个杀手，我现在已经先后被你用弓箭射死，被你吓死，以及活活被你气死。我这不是怕没有什么挑战性，我怎么能引起你的注意呢？真是太妄自菲薄了吧。思夜，你就看在前尘旧往的份上，收了这个荷包吧。我和你有什么前尘旧往？把荷包放下，我带你去科室。国子监根据弟子资质由高到低设天地玄黄四班，剑生应做到尊敬师长，友爱同学，不得僭越，知道了吗？这就是天班，未来的国之栋梁。这就是你的班级，黄班。进去吧。我不至于吧？记住，尊师重道，好好为人。小娘子怎么分到咱们黄班来了？你叫桑琪呀？嘿，还不理我。卓兄，你怎么来我们班了？今天起我也是你们黄班的学生了。我没有听错吧？你好好的天子班你不来，来我们黄班消遣我们？麻烦来了再说。你来这干什么？做你同窗啊。跟我做同窗？这不行，你还是回去你的班上上课去吧。想我回去？那简单，好好考试，考进天班，我同你一起回去。周远，四月叫你去大殿一趟。司仪，庄园，你的成绩即使在天班也是首屈一指，他日登科及第，甚至高中状元都极为可能，为何要去黄班呢？这不是自毁前程吗？司仪曾教导我们，读书不能只为了功名，弟子也是谨遵司仪的教诲。天地玄黄，从头搬到了尾，你这么做你姑姑知道吗？司爷，这种小事犯不着惊动姑姑吧。那司爷再冒昧地问你一句，为何呢？那我也斗胆问司爷您一句，桑琪一介女流来国子监求学已是不易，
您为何还要处处刁难他？你觉得我这是在刁难他？桑琪虽然没有进入天班的资质，但是以他的成绩和他桑家的门第，去个地班总是行的吧？求学要有敬畏之心。待字闺中的女子千千万万，唯独她一人有机会上公学。不能树立女子入学的榜样，那他日又有哪位女子有勇气再踏入国子监的大门？弟子明白四爷的用心了，只不过桑琪绝不是知难而退之人。弟子告辞。阿奇，宇兄，你这是在给哪家小姐写信呢？顽皮，这是我妹妹，我推荐她来国子监读书，你觉得可好？我觉得你在开玩笑。女子入宫学，痴人说梦吧。我是认真的，若阿奇哪天归来汴京，进了国子监，你可要替我好好照顾她。她是你妹妹又不是我妹妹，我又不认识她。我身体你又不是不知道情况，能不能熬到那一天？宇兄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别胡说八道。好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进来了。去告知京兆府，死者自缢用的或许是髋部条，所以耳根没有明显的八字痕。是公子。四爷，你在帮京兆府查案呢？笑什么笑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哦，我一天没见着四爷，甚是想念。打算过来看看你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的学业吧，别以为进了国子监就万事大吉了。谢此话的意思是会将我扫地出门，你觉得呢？不过四爷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用功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但愿如此吧。既然也没什么事儿，学生先回去用功了啊。慢着，把你的东西拿走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找四爷去了。我看你这荷包是送不出去了吧？他不收啊，往脸上掉了。什么？四爷寻短见了？那他人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，好着呢。阿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阿奇，阿奇，必能升官发财啊！多谢某兄，给你一份吧。哎，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一定要保密啊！我是跟你说个事儿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一定得保密。哎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一定要保密啊。叶四爷，你没死啊？哎，该他，这是谁说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桑琪，
四爷，你终于找我了。四爷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不会是想打我吧？开始眷恋那一瞬，我愿用这辈子换瞬时相知，用千种心事留下我的位置。如果是爱的坚持，深深了倾慕彼此，我才拥有这一世。如果是念着旧事，变成了我的杂志，绝不能为之。如果这完美的故事是风中决绝的样子，请却在未露的城市切换了开始，始料未及爱的人是我写下心愿的沉思，我也接受了这轮转的盛世，融出了深刻纹饰，将爱从淡泊探视融成了深刻纹饰。